今天呢，经过了几天的天晴的日子呢，红球江呢，的土呢都已经晒干了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采收红球江。那这个红球江呢，在我们的生态农场里面，主要是拿来做手工皂，那也就是红球江手工皂。那每年呢，这个时候收成以后呢，紧接着下来就是要制作，红球浆的手工皂了。OK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开挖，开始来，挖起这个红球浆咯。OK，Hello，这就是红球浆，它其实是一层一层叠在一起。那你在挖掘它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它很深，因为它这个已经将近3年了。所以我就往下挖，然后再把它撬起来，这就是红球浆。挖掘的时候很辛苦，但采收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此，气喘吁吁的。OK，我要继续挖了。OK，红球浆已经挖完了，那现在就开始整理。今天总共采收了2桶又一篮，这应该够做整年度的红球浆手工皂了，所以这样就 OK 了。因为这些红球浆呢，都是3年生的红球浆啊。接下来就是准备来做红球浆的手工皂了。OK，等一下回去还要再整理。现在泥组呢，先做所谓初步整理。OK，我要收工咯。OK，我们红球浆整个采收回来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把它的呼吸呢，都去掉，然后土呢，尽可能的把它弄干净，然后呢，再给它阴干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可以保存的期限呢，就会长一点。OK，我赶快加入清洁的行列哟，走喽。OK，红球浆又忙了一段时间，终于把它做了一些再做细部分解。那细部分解的时候，就要把它的须须跟它的土呢，尽量的把它分离。那现在呢，这些东西呢，就是要慢慢的花时间慢慢的修剪它。那当然，一般来讲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啊，因为自己要用嘛。就稍微花点心血，在过程里面呢，就会有老浆跟新浆的问题，没有办法，3年的采收呢，还是会有老中青的浆都会存在。那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呢，还有一些新浆呢，就给它留下来，那可以来当做来年呢再重新种植过。那经过3年以后呢，它又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今年的采收呢，只要过今年使用就好。那这些都是我要做红球浆手工皂的一些材料咯。OK，经过了漫长的努力，终于把它整理出来了。那这些浆呢，等一下还是要收起来，晚上收起来呢，让它阴干一下。那这边已经洗好的红球浆呢，是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就可能我在采收的过程里面呢，太过粗鲁了，把它撕裂伤的。那这些红球浆呢，因为它有撕裂伤呢，所以就先把它给拿来用，所以先把它洗干净。那等一下，接着下来，我们就要来制作，红球浆的手工皂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颜料。那接下来的步骤呢，再等一下，再慢慢拍下去咯。我们水开了以后呢，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等一下要装浆红球浆的盆子呢，稍微穿烫一下。那为什么要穿烫呢？最主要是要让这个红球浆呢，本身是一个无菌的状态，那这样呢，对，等一下你要做所谓手工皂的时候呢，它才不会有发霉的一种现象，那这一个是一定要注意的。
那很多人呢，所以红球姜呢要去皮。那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自己栽种有机无毒的话呢，它是不需要去皮的。那我们穿烫的话呢，等这个水再开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OK，因为刚才它是一个开水，然后只要过水以后呢，就可以赶快捞起来。那千万记住哦，先不要切块，因为切了块以后呢，它的汁液就会跑出来。我们只是要把它的表皮呢，稍微杀净一下而已。OK，就是这样子喽。把所有的料呢，油加热到40度左右，然后跟我们的氢氧化钠，加红球姜的汁液，混合以后，然后把红球姜汁液的跟氢氧化钠的部分加到油里面以后，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搅拌器呢，开始把它搅拌。那正常来讲是差不多40分钟、30分钟左右。OK，就这样子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经过了1天半的脱模以后的手工皂，那这还需要经过皂化2到3个月。那这一批的手工皂呢，因为拍片呢，所以呢，1天半就把它脱模了，还是软趴趴的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再放久一点。那这是去年做的手工皂，那这个数量呢，还要我用2到3个月啊。这个所以呢，每年呢，所做的这个数量呢，都是有限的，因为像说当年度做完，那1个年度以后就把它用光，所以本身来讲，就有一些做的数量的考虑。OK，那我们整个手工皂的制作过程呢，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我们静静的等它皂化以后再包装咯。